哇，好辣好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叉子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。大家好，我是珍珍。今天开始啊，乐乐已经放五一长假了，我们准备带乐乐去逛一下街。乐乐也期中考试考完了啊，然后你看他的衣服啊，看啊，已经好短了。对，乐乐长高了。长高了。因为平时我们也一般是在农村啊，很少上来，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回来陪他一天。好，乐乐走，爸爸带你去逛街。带他去逛街，看一下衣服、裤子、鞋子。嗯。然后带他去吃些东西，走。走。打个地啊，这一条堵车堵的真的是，我们下来了，人比较多，然后我们走路吧。进了商场，乐乐说要去吃东西，这个吃货。那我们先去吃点小吃吧。你问一下乐乐要吃什么？他说要吃梅菜饼在那边。梅菜饼啊？但是我想吃下盐拐鸡翅，我们去先去吃下吧。你吃不吃鸡翅？我来一个。两个鸡翅。嗯。你要吃什么？来吧，是我们的啊，都是你的，好，都是我们的。好了，来来来，喝的喝的，年粉，有芋圆，有西瓜，有各种啊。放假了，给乐乐美美的吃几顿啊，好不好？晚上带你去吃火锅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好辣，好辣！辣不辣？哎呀，吃一点就太辣了，不吃了吧，太辣椒，流眼泪了。这个辣椒好辣呀！辣的肚子痛，眼泪流。乐乐，够不够味？够味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，下一个美食，出发。两家梅菜扣肉饼，我女儿说这个黄色的好吃，乐乐说两家差不多，所以我们有时在这边，有时吃那边，她很喜欢吃这个梅菜。乐乐去喊一个，摇一个呀！对啊，初中长得好快，我跟你说。这裤子也可以哦，多少钱？去那里买单。啊，走，过去买单。把这个拿过去。419.5。啊，扫微信。好，打电话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乐乐的梦想，
成绩考得好，捡了一双鞋子。我们去看一下，成绩还没出来。爸爸妈妈陪着你，感受如何？非常开心。然后吃好也很好了。谢谢爸爸妈妈。不用谢，下次咱姐姐一起出来啊！好好读书啊！好好读书，让你读书成绩好，爸爸妈妈也开心哈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拜拜。